可我触摸不到你，也没什么交集。我固执的长情，抓不住你变化的心灵。可我触摸不到你，爱你扎根土壤里，夜晚很近的黎明来临。好不容易战队五个人凑齐，结果这下想不被发现都难了。苏桐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我已经好多了。你什么时候成这样的？为什么满打不说啊？哎，我……行了，赶紧出来，我带你去医院。顾老师，我休息休息就行，真不用去医院。我知道，打针也很辛苦，每天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。可如果身体不好，还谈什么比赛？说什么冠军？我身体……还行吧，还骗我，比赛只是荣誉，可保护好你们是我的责任。说吧，什么时候得的痔疮？你说什么？怎么，还不想承认？我就是震惊，顾老师连我得不得痔疮都知道，不愧是世界第一。跟世界第一有什么关系？别废话了，赶紧去躺着，我去给你下个面。你下面？别废话了，赶紧去躺着。站住！去我房间躺着，另一个房间有别的安排。那你今晚睡哪儿？当然是睡床了。来，我大好了，上了上了，来，中一波，中一波，死了死了 ，nice nice nice， 漂亮，浩然回来就是不一样啊，比路人大人轻松多了。现在就差童哥回来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没进来，说不定啊是顾总给童哥开小灶了，毕竟是世界第一嘛，听君一席话，胜牌十把位。以后啊还是得多和顾老师学学。行了行了。咱们还得好好练练，你童哥的水平跟咱们磨合不需要太久。嗯，来吧，来，得嘞。顾以涵，这你都没发现？我怎么会希望他发现我是个女的？董总，这是咱们所有的新闻稿 ，SG 战队重组的信息也在里边。嗯，
那么感人的事情，怎么一点东西喜庆了？啊，哎呀，董总，这浩然是顾总找回来的，那要写的话，哦，那别写了，放吧。好好好。小额互娱的 CEO 董建国董总亲自教导，冲击 HMP 杯败者组晋级赛。EG战队作为胜者组及 HMP 杯双冠王，表示此届冠军将从 EG 和 SG 中诞生。大还有多久？赶紧上去，小心！来，小龙开眼，小龙开眼。注意一点，注意一点，一塔开点。谢谢。打野，鹏哥，鹏哥快上！二，都冷的啊，不吃，真香啊，哎，怎么的？这是我的鸡爪。哎，哎，把那给我留着。我这是在。顾老师，这明天都要比赛了，今天还跑步吗？比赛，不光是对技术和意识上的考验，更是对身体的考验。大家不要像苏童选手一样，因为不运动而导致得了痔疮。腾哥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滚！不该问的别问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大家开始围着小区跑十圈，贺翔，二十圈。啊！现在开始。向左转，跑步走。EG 战队作为胜者组直接进入到半决赛，而 SG 战队则需要连胜七局才能走到决赛。好了，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中期阶段，但从对线期开始 ，SG 战队就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优势。SG 战队苏童几次游走和极限反杀，让对面的 GZ 战队到现在只能被动防守了。完美 ，SG 战队在这一波打出了0-5的成绩。直接装，别装了，我大好了。团战随时可以单防对面辅助，我伸手先输出，浩然拉我一下，没问题，童哥。极 Z 战队现在只能负隅顽抗，挡不住了。上，我切对面三号位，控住了。Nice， 噎死了。别给我中，别打。最后一个。恭喜 SG 战队在本次 HMT 杯第一场晋级赛中成功晋级。是绽放夜空的星火，我想我凋零，你却。
绚烂夺目，仰望夜空，是你存在指引我方向，可我触摸不到你，也没什么交集，我固执的场景抓不住你变化的心理，绽放夜空的星火，我想我凋零，你却绚烂夺目，仰望夜空，是你存在指引我方向，可我触摸不到你，也没什么交集，我固执的场景抓不住你变化的心灵，可我触摸不到你，爱你扎根土壤里，夜晚很近的黎明来临，